可以拍烤乳猪吗？烤乳猪可以啊，但你要自己烤。哎，烤乳猪。喂，请问你们有烤乳猪吗？哦，有是不是？那有代烤服务吗？有哦。哦，好哦，那我要订。会不会太花缺色眼睛？起赞个，起订阅，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一转眼之间，我们就要来吃烤乳猪了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我真的是雨神哎，因为呢，今天呢早上体感温度是46度，现在是44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44度，这样就算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正在飘着雨。飘着雨，今天是星期，我真的是个雨神，我到哪里不是阴天就是下雨，但没有关系，就算是下雨天也不会浇灭我们想要吃烤乳猪的心。你们有没有听到轻轻恐恐？就是我们师傅已经在准备了，期待我们的猪。需要拍一下。你要把布吗？要不要一起吃？师傅，你有遇过你在烤乳猪的时候，旁边人要开记者会，大家就一直盯着你看吗？这是第一次。那师傅，你现在如果立刻脑子出现，你知道的拍网络影片的有谁？我之前常看那个含羞草。哦，含羞草吗？对。草爷。对。那再一个嘞？芊芊进行时。可以，芊芊。而且他现在大出油。对啊。师傅拿起刷子，师傅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把它的油把它均匀的抹在它身上。哦，均匀的抹在它身上。对，因为它的油在烤。师傅，它在爆。哦，这个鱼。师傅你在干嘛？看它皮有没有硬，够硬的话就把它剪掉一些。你可以先吃吃看这个皮，看看。那我就先咬一口。哎，我本来是想说会不会很硬很难咬，就不会。咬下去的时候有点像那种饼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那个油脂很香哎，哎，师傅很好吃。啊，师傅你，你很废呢。我站在这里，然后就一直拿吃的，像我的酒烤肉，我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有什么好的？哦，还没是不是？嗯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就默默就飘走，但我也不会说我想要吃什么，因为这样是不对的。因为你知道烤肉的人最辛苦，所以我们不能要求说要烤什么，你就晃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师傅，我来了。香被收走。哦，纸箱收起来了。香留过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我觉得我现在是猪皮女王，我来了。烟雾弥漫，我们开始放，就抽就抽，从来没有烟雾弹。我很会唱歌呢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真的认真。有参加过比赛的。有认证过的，有认证过的，各林国中歌唱比赛。真的没有台风吗？现在是不是比较像是在焖熟的阶段？对，就是把它烤那个油把它逼出来。为什么烤乳猪不用刷酱油？但是因为它本身已经有调味，就不要。如果你要调酱的话，可以在快好的时候再调酱，没关系，或者是在吃的时候沾酱也可以。师傅现在先夹了一块给我。胶原蛋白，师傅很好吃呢。啊，对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接受，因为它比较油一点点，但我很喜欢，因为我是肥肉控。路边啃猪皮的女生有没有看过？没有，现在有，第一次见到。はじめまして。
可以差不多了，可以啊，可以起锅，可以起锅了。辛苦你了，好，谢谢，谢师傅，谢谢。烤乳猪烤好了，然后既然都烤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吃吃看好了。但是因为师傅有说他的头烤的比较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油脂比较多，他没有烤到非常的，就是比较收干，所以它会比较油一点点，你可以吃吃看。我们每边脸看起来很害怕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不会太油吗？对你来说？可以可以，它很油，它很香哎。很香吗？那师傅觉得？我比较喜欢再干一点点。再干一点点，因为我有发现跟蛇碗的烤出来的感觉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刚边烤的时候，师傅怕它那个皮呀、太焦，所以会边会剪，所以我烤完出来，它虽然有点像绿皮，可是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很棒，很好吃哦。吃起来有那种，你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？它这个有皮又有那个油脂，然后又有瘦肉的地方，很像烧腊店。重点是还是马上烤好的。我们来吃一下腿，坐在这里吃，然后打着雷。我总觉得很像原始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会不会这样整个扒起来？哎，对不起啦，哎，我刚要扒它这个腿，就肉还在原地啦。腿不愧是精华，我直接就把整块皮扒掉了，怎么办？还有一点那个猪肉的那个油脂，猪腿真的最好吃，因为它的那个油脂很多，吃起来非常嫩，但是又不像猪头皮一样那个这么的厚。的那种油感这么的重，因为毕竟你知道它还是有在走路的那种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口感在里面。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一片都是油，这部位超棒。也靠近腿的地方，这个比较嫩的。你看它，就是感觉好像纤维感比较明显，可它咬起来其实非常的嫩。你看这个油。好想配白饭啊！这就是完，对啊，完整烤乳猪的感觉。蘸的意思。来，让我们这是他的手，感觉我有机会可以把它整个拔起来。看你有没有很厉害，你看这个手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我以为猪皮吃起来口感会很脆，有点像饼干，但它其实有点，对我来说又有点太硬了。我们来沾看它的那个烤肉酱，米酒烤肉酱。这应该很多人很害怕这地方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油脂，真是如此之厚实的一块肉，很多蚊子吗？喷一下防蚊液，好多蚊子哦，各位。哇，那马杀鸡，好，谢谢。下巴，下巴，停住了吗？欠骂嘞，各位，我脸上痣比较多，我以前阿妈都说这是猴形防癌赛，但是刚被认为是蚊子，我还是有点伤心。我发现呢，它吃到比较没有油脂的地方，它就会稍微比较难咬一点，所以就这样。这个呢，这个小棒棒腿的感觉，哇，一个。我觉得我腋下好像被叮了，我
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那种刚运动完之后跑来吃猪肉的人？好，我们现在吃的差不多呢，剩下的皮跟比较肥的地方呢，等一下可以慢慢的吃。像我就是刚请师傅不要烤太干，因为我喜欢肥一点。但到最后，你看剩这个都是油脂的地方，就会吃起来比较软腻一点。我们今天这样吃总共多少钱？烤乳猪是4200，然后请师傅来带你。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但我觉得要人多一群会比较有趣这样子。我们今天也是人多啦，但只有我一个人吃，总觉得有点傻逼戏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？但还好就是有蚊子跟我一起开 party， 因为我现在身上呢，就是你知道，我现在光手就有3-4个包了，然后脚上也有3个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。我们对这只猪要保持着感恩的心，然后也要感谢今天的提供杯啊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子，大家记得订阅我啊，拜拜。这包看起来很大哎，然后这会修一下我的肌肉，这里有一个。